晚安晨儿。老公，我在你公司楼下。怎么？等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的，马上就来。就像我偶尔夜晚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那是我们认识吗？不好意思，见过一次。后来遇见他，陪我成就更深，愈合我的伤疤。老公，这段时间谢谢你，工作这么忙，还天天接我上下班，辛苦你了。你看你毛看得出大了，最近气色也暗沉，而且还长痘痘了呢。啊，那老婆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看我有秘密武器。哎，看起来很不错啊，要不你给我试用一下？好的。首先把野菜均匀地涂在脸上，展开按摩3到5分钟，把毛孔里面的脏东西给吸附出来，再用毛巾擦干，脸蛋变得好干净啊。老公你看，哇，这都是从我脸上排出来的吗？做完清洁之后敷个面膜效果会更好哦。哇，脸上好干净啊。想要拍的宝宝直接去试试。